为了应对不断蔓延的疫情，英国政府23号宣布将伦敦的一座大型会展中心改建成为临时医院，并将于下周开始启用。总台记者日前探访了这座正在建设中的英国版方舱医院。来看报道。这里就是伦敦东部的 Excel 国际会展中心。那么在下个星期呢，这里将会被改造成一个拥有4000个床位的临时医院，来收治那些不断增长的新冠肺炎患者。今天是政府宣布计划之后的第一天，那么在会场外面呢，还是非常的安静，只能看见进进出出的卸货车辆。那么相信在会场的里面呢，筹备的工作一定是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。这个展览中心的占地面积大概是10万平方米，经常举办一些大型的会议和一些国际的展览。那么在2012年的伦敦的奥运会，有很多的赛事是在这里举行的。那么政府呢，将这家英国版的方舱医院以英国最著名的护士南丁格尔来命名。那么它将有2个病床区，那每个病床区呢可以容纳2000个病人，其中有500个床位将配有呼吸机和制氧机。英国国防部也表示呢，军方正在协助目前的改建工程，预计呢下周医院将能接收首位患者。